朋友就是好这种型的啦。嗯。我要说写啥该等等。哈哈哈！哦，你若讲来分听嘞，你写啥该等等。你若讲某某人该等等你的艰苦，还着你无朋友，互你分。哦，啊你无写，互你写，一种的等等。嗯。啊，有的人伊无钱通，甲你等等去用的，伊等等别种型的。嗯。哦，互你倒粪扫。啊，无同款的担当型啊，耶稣是安怎甲你担当的？啊，耶稣在咱这阵人中间已经出几招无同款的型的担当。哇，这哪要讲起来，这有影一点钟都讲不完。对啊，啊，伊对你是这种的关系，对你是这种的关系，对你是这种的关系，大概无同款。啊，这就是这个诗歌甲咱牵出来的。嗯，啊，当咱吼这个诗歌牵入去到迄个情景的时，以后咱去看到这首诗，哦，想足多，迄个情景拢转来，对对对，迄个诗就变成我家己的诗啊。嗯，不是甲嘴已经对啦，对，是作曲的人的诗，也是我的诗啊，因为我有感受，都是这种的意思。所以讲，若安尼讲起来，为这个选头这个角度来切的是，会当甲信息内底。真侪咱一般无感觉物件，都一定因为安尼引出引出，对，拢慢慢浮出来。啊，这优点就是吼，话题无数，讲袂了。嘛无限制吼。诶，啊，圣诗讲袂了啊。对。咱台顶落回圣诗五百首。嗯。你互你一礼拜一首，你爱讲几年？哈哈哈！哦，啊，我初想要开始的就是讲来用礼拜日、平日牧师讲的诗内底一首。哦。啊，拄啊礼拜是，我哩教话做一个是礼拜刷，刷来是。所以讲，我拄啊礼拜唱唱诗，咱将地做来讨论。嗯嗯嗯。啊，若有诶教话做一个，先天做一个是讲道以前，礼拜以前，咱先头等一礼拜唱起来做大声，足水诶。对对。所以有迄个会当做一个配合。所以讲，若伫安尼讲起来，你敢会想着讲，圣诗内底遐五百外首诶圣诗，可能会当分类吧？对咯。嘿，哦，有分类啊，其实啊，怎跳拢袂要紧，因为无论啥物事，拢讲唔出啥物事。我最近嘛，搁想一首讲，假设一首圣诗，对头到尾，甲人一句话讲哈利路亚，啊，你是要讲啥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哦，这调整哦，干哈利路亚安尼，啊，那安尼里边来讲。那安尼吼，当然我会去研究讲哈利路亚，可能爱做把功课啦，是啥物意思？嗯，大家来讲。你个定义开始。对，啊，定义有一种是标准定义，有一种就是应用定义。讲你看人伫啥物所在用这四字，嗯，啊，看你情景来讲，安尼这四字是表示啥物意思？所以讲，若像安尼，嘛是真有通啊想哦。对咯，诶，啊我。捌想到的方，就是我想到的，我查到一块歌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啊，其实迄较属于讲音乐啊，嘛是不一定去唱啊，总是你会使讲听，讲这首圣诗，还是讲看乐谱，哦，这四字是有几种的表达出来，哦，咱无唱，对，啊，刚才想讲伊是几种的表达，有唱过来，有落低落去，有平平，有牵足长的，有嗒嗒嗒嗒嗒，啊，迄拢表示无同款的心情。嗯，无同款的意思，我来讲讲下。所以讲，你用配合歌词去配合谱迄个部分，吼，提醒大家讲，伊是另外一种表现，较属于去当时作曲家的心情吧。无一定，我咧看音乐，我拢无遐尼计较作曲家的心情。我较计较讲，我做一个音乐的人，我的心情是伫倒位。音乐就安尼起来哇。嗯，音乐你若拢要倒转去作曲家，你可有可无嘛？我写状态来去捌一个作曲家的作曲，而且伊反正有咧嘛，唔知伊倒，对吧？有咧敢那嘛无名。啊，我一直感觉上海大个问题就是讲，啊，假设我若找无资料，想要捌一个作曲家，是，啊，我唔就袂使去听伊，对，袂使去唱咧。所以无一定，一定爱去掠迄个所谓原来迄个基础哈。啊，我若唱出来，到原来作曲家意思无同款，错法。嗯。那这人也活着，有足侪作曲的人会足气的，讲啊，你来啊唱就行，哎，我都不是这种意思。啊，不是啊，爬起来找你算账嘞。啊，我现在想讲，我都不是在唱你，我在唱歌嘞。
过呢，安尼有一个感觉哦，安尼是无去束缚掉的。对啊，啊，事实艺术的应用在伫即层才对啊。较趣味。才对，才有价值啊。对。所以讲，那照安尼来讲，咱拄仔讲讲姓氏宣统吼，迄、个基本上可能有一寡做法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。要引带，我看嘛，就爱做功课哦。啊，无这个功课爱做真深。对咯，我、我反正是有两种线路啦，一种有准备的，一种无准备的。无准备，无准备的做法。有准备，有准备，有准备，结果你所准备的，就是讲你尽量找看有人已经讲过的答案。哦。提出来做参考。嗯。啊，无准备的，就是你都要听话，听人讲话。鼓励。去讲起的人，伊尽量互伊来讲。因为我想一般的人，伫我个人的经验，我袂去思考，因为唱的时就唱过啊嘛。对。比如讲，我练了搁再练，练了搁再练。啊，其实咱练歌的经验内底嘛，敢若无甲咱讲来讲讲迄个看书的代志。大部分的人无。对啊。大部分的人咧教歌拢无咧。因为是教迄个音乐性迄个部分嘛，吼。对。啊，歌词是音乐的一部分，伊予你，伊决定你嘴啊怎开安尼啦。啊，歌有通对无？对啊。所以讲，若安尼，其实为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这是另外一种倒摆的思考。其实这真正讲，这才是正路啦。这才是正路。啊，因为先有书，对啊，才有客嘛。对啊。啊，毋知是安怎，咱人类历史遮尼久啊吼。我睇拢无人行正路，大家拢行倒边路。我感觉是因为引错啦，教的人啦，因教的人可能是音乐性较悬的人。歌一个诗一旦变作歌，是音乐的人伫遐在解应用。对。文学的人，唔知你对是啊？敢那是一个关系啦。对。伊教出来啊，音乐的人继续拍落去，继续音乐方法咧拍落去。嗯。我感觉正高兴啊。因为我会安那想，伫我的浅想内底讲，有同款的歌词，去用无同款的音乐去表现。嘿。但是安尼，就是每一个无同款的作曲家，对啊，伊的感受嘛。对啊。伊的感受，伊的想象力，伊的技巧，有时啊，伊写是考虑技巧写的。哦，对。本来有迄种的。像巴哈迄种个性的人，写来练的。所以讲，若安尼来讲，咱阁跳倒转来讲，咱要去宣读这个信息内底，找大家正熟的，还是讲找无熟的，其实迄个较无重要。对。啊，敢会有困扰讲，是毋是伫每一首内底，伫你即卖所研究的，绝对拢有法通找出伊的意义。绝对有，绝对有。伊若有歌词啦，伊若低头个拢啊，我都唔知啊。爱脑瓜数绝对有，绝对有通互你食骨，关注舒服保护你。嗯，重复搁再重复，还是头前即句。关注舒服保护你，关是啥物意思？一种愿望嘛。啊，是啊，怎你有愿望？第一，我头两年前发觉到一个足趣味的迄个。安尼哦。我讲，我伫阮的中途时间咧教遐囡仔，讲两句八福，我伫遐想起个，哎。我咧问讲，今日读一个八号生的字，我学着，啊怎甲人祝福？甲别人祝福？嘿啦。哦。嘿。啊怎甲别人祝福？因为耶稣在讲八号。对。讲福。对。啊我，迄阵啊发现咧，讲耶稣在讲的八号，无拄拄是在讲出一个定理哦，毋是讲，若啥物款人，伊就会安尼哦，无拄拄哦。诶，咱的国语看起来敢若是咱的中文台湾话翻译，看来个啥物款的人，伊就会安尼。一个对应性。诶，一个共性。共性。拢是，我看英文的是无多多迄个意思。是安尼哦，我头一摆听安尼讲。英文讲 blessed are， 就是讲，即种的人，是即种就啊 blessed are， 吼，我那有迄个讲原理得着这个东西。Oh, 我是咧甲你祝福的是，咧甲你，所以我讲嘛有可能耶稣是咧讲一种祝福。嗯、我对这种的人，我要甲伊祝福什么话？这种人我袂祝福。啊，我佫讲一个讲，
假设你若一个人来祝福，祝福迄落伊已经有诶物件，够有意思。当然是较无意思。讲你着查甫，讲愿你做一个查甫诶。我着查甫，你较愿啦，对无？所以我对遐想着讲，其实你若要共祝福，你着祝福伊无诶。祝福伊无。譬如讲。啊，你著等伊散 BB， 你著讲互伊发财安尼，互伊感觉。对啦，啊，你若讲已经大发财啊，已经安尼好，千万富翁，你搁再讲祝你发财，啊，你毋知我坐伫遐，我毋是我伫坐。啊，对吼，迄种感觉有。对啊，你著感觉啊，你著毋捌我，啊，你著毋知我诶需要。我讲着我诶需要。啊，即著是讲我怎啊想着祝福我，诶，要练一个著是讲，伊真爱。也爱得到，搁得无到，搁无个物件。伊若真讨厌个物件，你搁来祝福，祝你考条大大。我就是不爱考条大大哩。对来讲，迄是。对啊，考你是了啥？系啊。哦，所以我想到迄两个原则，只啊，所以讲愿，嘛是直接个祝福。啊，愿，既然你会讲出愿，表示你是愿意无？假使讲你真正会晓讲祝福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有迄个可能的意思是讲，我感觉你着无主咧，要甲你同在，所以我愿主赐福保护你。有可能会当解释到遐去啦。啊，当然嘛，无一定是安尼啦。哦，主赐福保护你，我哪会使讲起码有还佫继续个啦。就刚才你讲的嘛，这无限制条的。啊，都是这一个想象，一个联想，啊，互你认真去检讨。哦，了，我听这首诗的时候，我是会唱起来。所以讲，若照安尼讲起来，我感觉讲，这内底若好好去做这个信息宣导，一定有真侪物件是咱想无到的。足侪物件，啊，其中佫一个。足趣味，就讲有咧写圣诗的人、写歌词的人哦，其实伊个信用错误。啊！伊表达较好，诗句写啊足水，你一时检测出来，伊个信用有问题。哦，你这个是足调整的讲法。那么是不是你就有捌？我捌拄着，我捌拄着。我捌拄着唱一块，伊在唱迄个敬拜赞美的歌，哦，唱到咱足感动啦。我印象歌确实的是我袂记，我是伊意思讲，我要求上帝来就近我啦。哦。我过去拢干若有歌来就近上帝，我是安尼白来。唔敢唔敢。上帝你来就近我。唔敢你去要求。啊，这当然是可能是用语文化的问题。啊，用语其实嘛无一定遐死啦，有可能讲过去这个字是这个意思。慢慢啊，伊就意思就是快变快，若无你计较安尼啊，若无你计，当时遐我就是讲，我是我在去找上帝，还是上帝在来找我？啊，我若拜托上帝来找我，上帝会安怎？啊，我若要拜托神仙，讲我都唔知上帝伫底。对。我拜托上帝来找我，来抓我，我是要安怎讲？我会去上帝遐来。所以讲，像你拄仔讲这个咧，其实伊又搁是一个调整。对啊。伊可能无一定是否定啦吼，但是会当暗示讲伊某一个部分是，甲咱即卖想法是拄仔倒反的。对。因为我较早十八千块，我来就变了，所以我来就变了。对对对对。